积了这么多，四个了，不一定顶用。你看这一个赶紧。我告诉你，我这女孩条件不错，银行的大堂经理，48岁，1.66米的个子，哦，长得也不错。她一个工作嘛，再一个有人给她介绍，欺骗她耽误。耽误的啊，对吗？那您怎么直接就看这个离异的？离婚的哪有那么大的？人家就不愿意，41岁人家找你48岁的。个子低的他不愿意，长得难看的不愿意，工资不好不愿意，着急也没办法，着急能咋地？那姑娘这个事儿啊，要年轻时候我多操点心，哪有这事儿？